你好狠啊，怎么霹雳无敌痒痒滚洒下来，会痒死人呢、欸！快走，快走，他们要来了啦！快走，快点，快！计划取消啊！无罪不归，看我的！好，走，森，你跟我来。我，什么计划取消？这是什么啊？今天西街那个赵氏，你可真是出尽风头。我看这次的选举，你铁定当选了啦。鸡毛蒜皮。我还没有正式出招嘞。今天那个小鬼，我自己给你花钱请回来了。原本是安排在下一次，没想到今天竟然跑出一个真的，那也无所谓啊。下一回我再安排个欧巴桑出来哭哭啼啼，那就好啦。那些小孩子，我才不会去管他嘞，我不会那么笨的。那小子的老爸不是叫什么洪水的？洪水是不是叫张洪水啊？那件事情不会是你做的吧？他欠我钱，我把他给关起来。还是那个巴士厂附近那个旧仓库？放心。谁想找死啊？他们养养养会不会太便宜他们？对啊，应该让他们养养养养养养才对啊！求人不如求己，我看我们自己解决好了。没错，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敌霸在哪里了。今天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早上我们在这边集合。就要
么 B 计划？就按照昨天晚上王鑫说的一样，我们到货仓前面那条小径装陷阱。不好意思啊，不是 B 计划，是宝贝之多星之天罗地网。好，开始行动。你问我到底心中要些什么？我的天地竟然就是我。娘娘腔，低能，智障，神经病，白痴，弱智，低能，性脑主任。性脑主任是什么回事？你是讨厌女人吗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是专门来捣乱的。那到底谁才是坏人呢？刚才是他，现在是你。不要乱来哦！全都多管闲事！赶快撤退！哎，李大队，走走走，撤退！